让我们欢迎 Rakashi。 大家好，老师好，欢迎来到明日之星。好久不见，对，好久不见。对，那我们呢，信老师呢，信老师也发了新专辑。反正我信了，这是这张两年多了，然后写了一些自己的感想，然后也希望能够把我的生活体验通过这张专辑告诉大家，那能够激起大家跟我一些对话跟共鸣。这张专辑呢，除了有写了我自己的歌之外，我还有翻唱一首非常非常棒经典的歌曲，叫《一样的月光》。用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版本，然后大家如果去听就知道，它非常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是小调吗？有点电音，然后有点歌剧，然后有点整个很的画面感不一样。那翻唱这首歌，其实原因就是觉得一样的地方很经典，月光每天都有，每个地方都有。就是在一样的月光下，我们不同的成长背景。带给大家的感觉是，好棒！听说这个老师这张专辑几乎都是自己创作，是一首歌，对，保证他提升他的品质，更是造了美国的录音，然后找了那个 Linkin Park 联合公园的混音，对，混音来做这张专辑，所以如果你回去比较他的品质，一定会让大家觉得非常值得收藏。要买啊！好，一定要来听一下啊！对啊，今天呢，特别谢谢我们的信老师，谢谢，祝老师专辑大卖。